三点的点心时间，小猫你要吃吗？那我们开始煮好不好？今天是日本妈妈的小点心时间。我们今天用的这台 Buno 的铁板，里面是章鱼烧小丸子的盘子。好，那我们要点火咯。好，那先暂时等它加热好了，好不好？You can say I lost my mind. I will keep on holding my head high,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. Oh. もうちょっといっぱい入れても全然いけそうやな。膨らみが弱い。2回目の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叫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欢喜。好吃。小猫好吃吗？好吃。哦，你看，跟你的脸一样哎，圆圆的，好可爱哦。你的脸颊，继续吃掉。喝杯咖啡。这是我们今天三点的点心时间，小松饼，耶。OK， 好，就是这样子了。OK， 小猫，拜拜。姐姐，每次都这样，姐姐拜拜。